六月二日。看这个游戏能不能不要下雨？不要下雨，说不定就不会那个了。优化太差了。开灯。好卡哦，妈的！谁呀？死人妹，很脏的小孩，为什么每天都要看着屋顶？黑子哦，对啊，为什么呢？好奇怪哦，你走开啦！他明明用 UE 四做的，设定选项一个都没有。这个下雨停下来的话，我觉得我画面就会顺多了，就是跟垃圾特效的关系。不要用跑的，小心你的声音。还是我们就这样玩看看，玩到看看会不会在某个场景变得稍微顺一点，这样。你们觉得怎么样？我到底是我是叔叔还是爷爷啊？某个中年大叔，这边的人全部都住在黑暗中，哎，搞什么？在讲八卦的邻居。哎，真的很讨厌呢！这么大的沙发，他竟然要丢掉，然后也不贴粗大垃圾的贴纸在上面。我真的对那些丢垃圾不遵守规定的人，非常的无法原谅。在那之后，类似管委会啦，大家一起出钱，然后合力处理大型垃圾，真的很烦呢。对呀，对呀。那好了，没事了，我也要走喽。妈，你要吃晚饭了吗？太好了，那我把我家的菜也分给你吧。今天我们的那个什么，反正就是菜很好吃之类的。啊，后面那个阿嬷大妈不想理他，欸，但是他一直要在那边讲。逃生出口。哎，他叫我，欸，他说：“哎，你等等。”啊？干嘛？他好丑哦。绝对推荐你要去看，有一本书是讨论关于断舍离的什么极简主义，我有推荐给这位太太，你也一定要看看哦。然后什么东西，因为断舍离的影响，大家都在那边乱丢东西，你千万要注意，要贴出大垃圾。反正他就是他妈的对这些住户的丢垃圾的行为非常迷，非常迷惘，非常生气就对了。好啦好啦，谢谢啦，谢谢啦，好啦好啦，不要打嘛，什么啊？这是。圣诞节装饰，去年就挂在这边没收，欸，像我们有些大楼不是贴那个红莲什么的吗？福啊，然后就贴了十年没有拆，没有撕，一模一样的道理。这个脸是米姑吗？哎，欸，是我家。有没有杀人印象啊？哎，是什么时候回家的啊？啊，完蛋，我有记忆断层啊！我刚一定是杀了那些米姑大神。进房子之后就顺了，外面那些下雨的，那，啊，能不能不要下雨啊？手机嘞，电话响了，又是那个老婆的妈妈、岳母啦，要接吗？好吧。喂，摸西摸西，是铁之欧吗？是铁熊吗？对啊。今天怎么很晚才回家之类的啊？原来如此啊！那老婆，你老婆有没有打电话来？就是他女儿有没有打电话来？没有，哎，欸，每次都这样一直问，真是不好意思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老婆突然消失了，突然就不见了，然后大家都在找，然后他准备说过来这边附近看看找找这样子。好，那就这样啦，拜。被我干掉！刚刚那个记忆断片的乱七八糟图片，该不会真的就是我把老婆抬了哦？这个游戏叫储水槽，该不会我把老婆抬了，然后丢进那个水塔里面吧？那我他妈还要喝水吗？我把老婆分给这整层的公寓的住户们，大家一起分享。老婆都跟你们在一起。结婚照，是吧？那个时候非常快乐的回忆，又记忆又复苏，可以让你忘记眼前的现实。嗯，照片之中的笑脸，
已经想不起来了。哈瓦伊旅行，原本要跟美姑米去旅行哈瓦伊的，然后突然人就消失了，还约好要去看电影的电影票，这是跟美姑米的离婚证书，两个人都还没写名字，还是我还没写名字啊？是他要跟我离婚，还是我要跟他离婚啊？干，那他一定在水塔里面的啊！这男的不想跟他离婚啊，妈的，两个人在搞什么鬼啊？他绝对在水塔了，开玩笑，乱买一大堆 yes 跟 no 的那个抱枕。你们知道这个东西就是什么意思吗？今天我放那个 yes 的抱枕，就说你可以跟老婆交配之类的，反正就是好玩而已啦。他家里能不能亮一点呢、啊？为什么这家伙不会开灯？为什么这游戏没有亮度可以调？今天一整天喝酒度日，对酒好像很苦手之类的，这是什么？卡诺西，卡诺西断舍离，快乐断舍离规则，一次就全部丢掉。断舍离一次一天是完成不了的，每天要丢三到五个不同的东西。嗯。你们这边有没有在遵守极简主义断舍离啊？我觉得蛮强迫症的，就是说太有点夸张了。上面写着丢东西的时候不要让管委会造成困扰，每天丢一块老婆，你囤物癖，不要说囤物癖太恐怖了啦，这太恶心太脏乱了。也不是太脏乱，就是会拥挤啦，居住环境不好。但是你断舍离太严重也不好，就是过头都不好。嗯，这个就是邻居欧巴桑要你买的断舍离书，从明天开始做起吧，丢掉不必要的东西。请问我这个房间里面还有什么不必要的东西？除了我这个大型垃圾之外，这边已经没有家具了啊。他房间超干净的嘞，没东西啦。什么？老婆一部分，为了健康，每天都在吃维他命之类的，不是啊，那个健康饮料了，要喝健康饮料吗？会到明天哦，先不要喝，我看一下。这游戏好像很多结局，然后大部分都是用选东西来进行，就是说，我喝了健康饮料就变成一个结局了。嗯，这是什么结婚纪念日特别准备的？红酒，他这个红酒也太大坑了吧！哦，我家好大哦，看我好恐怖，跟鬼一样。他这个时钟声音为什么那么大啊？美姑米最爱用的洗发精。如果忘记了美姑米身上的味道，我就会来闻闻看洗发精。什么刀刀啊？新婚的时候买入的菜刀，不想摸这把刀。好啦，我知道了啦，我疯了。东西啊，美姑米留下来的私人物品怎么会放在这边呢？这是什么东西啊？护肩哦，北斗神拳啊，护肩怎么那么一坨啊？烂植物。美姑米离开的时候，买了什么新的花？没有必要外出，没东西点了吗？是吗？老婆的电话，里面说不定有打官司的证据。然后老婆也不来这边了。怎么了啊？妈的嘞！雷影事件是不是啦？没有人打电话，我可以选择睡觉吗？
两个人一起睡觉买的，喝健康饮料过一天了、啊。现在有没有东西可以点？没有了。喝健康饮料喽！想起怎么把老婆丢进水塔？啊？怎么又是美姑米的味道？讲什么？他到底是讲什么啊？又来了！哇、哦啊，那个哦，下雨就那个，脑袋快坏了。小妹妹不见了。小妹妹叫我偶机上哎、欸，到底几岁啊？抬头看看有没有人要跳起来，有水塔、欸。然后刚刚小妹妹说：“叔叔，你怎么整天往上看啊？看什么东西啊？我能不能去看看水塔？”哦，车子已经卖掉了，没有必要去停车场。前面是不是小妹妹的帽子啊？看一下，小妹妹你怎么坐在地上？啊，是奇怪的叔叔啊！你怎么不回家、啊？因为老伯喝酒了，不想回家。请你不要跟我老伯说，我说他坏话哦，要不然他会生气的。这小妹妹从小啊也不好过，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烦恼。这应该没什么好看的吧？上楼了、啊，这边好累格，妈的！又黑又累格，完全是这场下雨的模组关系啦，烂死！能不能想办法处理处理啊？啊？今天也在一楼到处晃来晃去，真讨厌欸，真的。一直穿着一样的衣服，我曾经想过要去报警。那你就报啊！啊，我差不多谈完了，要回家喽。而且说起来，那个老伯到底是怎样啊？从早上就边走边喝酒，然后小孩子就丢在那边不管。他是在说那个妹妹吧？我什么时候可以上去水塔看看啊？每天只有回家哦，干！现在过去了什么？我是怎么回家的？我怎么都完全好像断片了、啊？要接电话吗？好啊。你怎么接电话这么慢啊？抱歉了、啊，抱歉。那个岳母又打来了，怎么啦？今天是不是很忙啊？下一个工作决定了吗？欸，还没有、欸。补毒补毒的声音啊？那就这样啊。我知道铁子，我自己也很努力啦。为什么东西讲太快没看到？都是一些屁话家常吧。那个关于美谷米的事情，啊？干嘛？怎么了吗？我一直都想要问你看看，就是说你有跟警察报警吗？就说失踪了之类的。我才没有报警呢、欸，你在说什么啊？应该没什么事吧？为这种事情报警，等一下又被邻居侧目之类的啊？好吧，好吧。大概是这样翻译吧，拜拜。那个咕嘟咕嘟的声音是某人泡水的声音啊！哎呦，我们现在被游戏引导着，就想说，美姑米一定是被丢进水塔了啦。这游戏分歧该不会是，比如说有五个东西可以丢，我丢其中一个就是一个结局，丢第二个就是一个结局。那也他妈太烦了吧！那我要重玩这个游戏玩几百次啊！睡了睡了睡了！对呀、啊，六月五号。过几天那个妹妹是不是会死翘翘啊？被他老伯揍死之类的，恐怖的儿童玩具，这个还真的有点恐怖哎、欸！这个玩具怎么做成这样啊？哪有小孩玩这个啊？吓死了！谁涂的？
你们还在外面呢，知道吗？你们怎么不回家啊？脏脏的小孩，叔叔，那个大楼的屋顶，你有兴趣吗？你啊？因为你都一直往楼顶看，那里又没有人进出。卡索里尼桑，卡索里，讲什么东西我怎么听不懂？我经常会去屋顶玩哦，那边可以看见很远的地方，好像自己变成鸟可以飞下去。我想要去远的地方。还要多点热，妹妹也太苦了吧？看到草帽，他是坐着的啊，看不到就算了、啊，这游戏本来就这么黑了、啊，算了，反正我就是在跟妹妹聊天呢、啊。啊，这个嘞，整天在那边，哎呦，到底怎么回事啊？明明就付了很高额的管理费，他们却不管理，而且前阵子。我在屋顶上面看见一个小孩子走来走去，怎么可以让小孩子跑到屋顶上面去玩呢？太奇怪了吧！然后我跟管理会联络，说应该是那个屋顶钥匙锁门坏了嘛，所以小孩子跑上去。然后他就叫我等待等待，太危险了吧！如果小孩子发生什么事就太晚了吧！哦哦，对了对了对了。啊！好身穿，空屋是不是？怎么只有我有名字啊？真是个直觉敏锐的小鬼！妈的！哎、欸，我怎么会在浴室前面啊？电话嘞？我觉得我真的是疯了，完蛋了！该不会又是岳母吧？又来了，哎、欸，你呀、啊，明天你在家吗？明天晚上要去市役所跑一趟，应该不在家。啊，这样啊，啊，真可惜啊。明天我要去附近办点事情，刚好过去看看，带点好吃的东西给你。哎，真是可惜啊，真是不好意思。那下次还有机会再来吧。好啊，就这样吧，拜。他、啊、岳母干嘛一直打电话来啊？紧迫盯人啊！整天打来耶，该不会算是一种另类的监视吧？就整天问消息，然后说美姑米来了没啊？我女儿嘞，我女儿嘞，我今天就不断舍离。如果要跑第二回、第二周目的话，很久耶，每天要这样子哦。呛到了，呛到了。水里面怎么有头发啊？好毛哦！哎，只好去买矿泉水。他们在这里便利商店在哪？还在抱怨啊？那个不好意思，最近你们有没有觉得？日本就是喝那个自来水，他们就是直接喝啦，他们都是这样子，他们的水道工程，所以他们会说水道水。你们有没有觉得怪怪的啊？味道？啊？什么意思啊？你是说喝起来的味道吗？对啊，而且好像混了什么脏东西耶、欸，杂质。啊、我们家没有发生这种事情哎、欸。你们家有吗？你们家是不是怪怪的？也不是什么严重的事情啊，就是来问问而已啦。那我建议你最好去管委会反映反映哦。那好，如果你不想问，我可以帮你去问哦。爱管闲事大妈，铁熊说啊，那算了，没事没事，那我自己去问就好了啦。谢谢你哦。下楼下楼下楼。而且
我跟你们说，大楼管委会对不对？不是管委会啦，大楼真的有这样子的人存在，真的。你要说他多事也好，你要说他正义感强也好，都可以。但是他是所有的大小事，他都会尽量的，就是去注意，然后插一脚。都是鸡婆也不算鸡婆，因为你有一些事情，你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去处理的时候，你可以问他，真的，真的，没有骗你们，阿小。干嘛一直看上面啊？怎样？那什么声音？那好像是敲铁皮的声音呢、欸。关在里面的人在敲。现在几点了？我什么时候回来的？我怎么一直断片啊？手机嘞？啊，我水也买了。嗯，自来水不能用，直接喝吧。矿泉水的喝，水喝完了。然后自来水也不能喝，必须再去买一次。怎么不买多一点呢？怎么不能动？啊？是美姑迷吗？怎么这样？这东西啊？发出这种声音，你会认为是你老婆？今天管闲事大妈不在家、欸，哎，换新锁了吗？哎、欸，我怎么可以上来？我手机怎么在这里啊？接电话。我老婆在水塔里面打电话给我。又过了一天，哎、欸，我怎么会来到这里？是断片神经病吧？问小孩子看看。哎、欸，妹妹，这妹妹看起来好可怜哦。叔叔，你全身湿哒哒的，怎么了啊？会感冒哦。我之前感冒的时候。喝了药，然后就会一直睡觉，然后都不能出来外面。全身湿哒，我刚刚是不是爬进水塔里面啊？都有下靠北了。爱管是米姑大妈，我干这大妈，我靠，200公分哦！哎、欸，你怎么全身湿成这样啊？这样会感冒的哦，赶快去洗个热水澡吧。啊，对了，可以的话，你可以来我家的浴室。啊，你那公司小、啊。不要在那边，妈的，自己招惹一堆奇怪的事情。回家了，洗澡去了吧。好冷哦，全身湿哒哒的，赶快去浴室洗澡喽！每天这个电话真的很烦。那我如果去洗澡的话，不就变成跟老婆一起洗澡吗？进去洗澡喽！你的老婆变成浴缸的水，干有画面呢、欸。老婆头浮起来，有人在我家走来走去。李公明，你回来了吗？干，看起来不像女的哎、欸。
咕咪，你来找我了，我好高兴哦。不过怎么这么多头发在地上啊？怎么了？要先处理掉，要不然就很脏乱之类的。结果过了这么多天，什么东西都没有丢掉。哎，想不到丢个东西也这么困难的、啊。但是算了，我就这样子吧，不丢也没关系啦。算了啦，我这样就好了啦。波库摩，波库瓦。然后过了一年，我坐在床上。美咕咪，东西啊，什么啊？哎，原来是只蟑螂啊！不断舍离，难不成我就会变成囤物症垃圾屋吗？这么多垃圾的家，美咕咪应该也不会回来了吧？阿小，这什么结局啊？哇塞，笑死！我在这一年之内。家里什么东西都没有丢掉，然后一直囤物，不管是幸福的回忆，或者是那个悲伤的回忆，还有吃完的拉面容器，什么东西都是我生活的证据，所以我什么东西都不丢。我如果丢掉，就没有人生的意义。啊？哎，算了，所以我就什么东西都没有动作。哎，就这样子被回忆堆积着死去吧。Ending 时。No release, no return. 痛苦太多，收获太少。他有一个中途记录，哎，从6月4号开始，从这边开始可以丢啦。要接吗？不要。要丢吗？好。哎，不想再撒谎了，好累哦。哎，丢一个东西，我怎么直接过五天啊？不。你的岳母没接到电话，打来也不接，他就直接报警，有警察来了，有亲戚，那个还有管理委员，他们联络了之后要进你家来找东西，看你在不在。如果在的话，请赶快出来应门啊！警察，一定是岳母觉得奇怪，所以直接报警了。每天都很担心，一直假装打电话给他，结果他还是一直怀疑我啊！原来是在怀疑我啊！拜托，让我自己一个人就好了。我准备要去美姑咪的身边了。他在水底自己一个人，真是抱歉，我不会再想出去了。我要直接去屋顶。两三小时，屋顶也去不了了，警察都来了。慢慢的，身体都使不上力，淹死自己。美姑咪，我马上就要去你旁边了。哦，我是割腕自杀了啦，血都流出来了。啊？啊，这是我岳母啦。发生什么事？死因是割腕自杀失血而死，大部分应该就是自杀了。这怎么会？哇！详细的一些证据跟一些情况。等到调查完结会再跟你报告。那你有跟老婆美姑咪联络吗？点点点。Ending 一，美姑咪的行踪。人呢？总是要有一个结局是，我真的找到了吧？或者是警察挖出来之类的。接电话是为了不要让岳母怀疑。你怎么接电话接这么慢？对不起，对不起。丢，全部丢丢。我盯的这应该不会就是前进结局之一吧？要丢去哪里呢？对了，丢去美姑咪的，丢美姑咪的地方。啊靠北！这张小。好安静哦，储水槽的水声、雨下雨声音都听不到了。这样就这里的水让我想到我们新婚旅行去哈威夷的时候，在这里可以跟美姑咪合为一体，在水里好像融化了一样。我还真的下去了，那我没有看见我老婆干。
旁边那个就是你老婆啦。看，这是我旁边那个一块一块的那个是跟大家分享的老婆。Ending 是这里就是乐园。杯子丢了，书不要丢，书就是一个结局了。酒丢了，有砰的声音就是有结局，对不对？是不是啊？没有，继续丢。抱枕丢了。抱枕丢了没有用、啊，我酒丢了没什么。妻子的手机，妻子手机要丢吗？今天已经丢三个东西了、欸，他原本是固定说，好，那我今天就每天丢三个东西，慢慢来这样子。不要，我要全部丢了。丢了，丢了，丢了。家中的东西全部都丢光了。已经剩下可以丢的东西只有那么多垃圾啊！几百天后啊，该不会只有尸体，只剩尸体要丢了吧？哦，只剩下他留下来的这个不知道是什么物件。哎、欸，这个也不用丢。我是不是要去水塔处理尸体啊？干掉。正前方是有手在挥来挥去、欸，哎。还有什么东西可以丢了？意思啊，卡塔鲁西斯是什么意思？前面是那个八卦阿婆吧？干嘛？你拿了那么大的垃圾袋要干嘛？是不是想要违反规矩乱丢一通？现在跟他不是跟他说话的场合，我还要丢东西。还有东西要丢，包一包了吗？不知道是谁的丢单轮车丢在地上，丢了。完蛋，我现在染上了什么丢东西的癖耶，丢物癖。外面的树也要丢是不是？还有这个挂了很久的垃圾。帮其他人也丢了，树也丢了，完蛋，我疯了，废弃物狂魔，被邻居的欧巴桑阻止了，然后叫了警察，丢东西丢东西，结果我却被丢东西这个行为给绑住了，什么鬼啊？这是一个后遗症病症，看到东西就觉得很碍眼，全部都丢掉。那个是不可燃热的色，你怎么乱丢？然后欧巴桑疯狂大叫，已经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丢了。然后我就把垃圾袋套在头上，接下来要丢的东西只剩下我自己。干，我疯了！我在跑步哎、欸，在哪里啊？我从屋顶通跳下去、欸，哎，可燃垃圾主角啊！哇哇！你们这些可燃垃圾，刀子丢啊？谁呀、欸？我不能动。啊！哎、欸，顾明，你回来啦！反正你马上就要走了，对吧？你要去那个男人的地方，对不对？完蛋，我起了杀心，一
既然你要走的话，就在这里结束吧。永远成为我的东西。哇靠！他老婆喜欢上别的男人，然后俩公了啦，我啦，我俩公。他老婆是傻小，根本就不是他老婆啊！我老婆，所以说主角老婆有这么高？什么东西啊？这里都是巨人欸，赶快把你老婆的怨灵赶走。老婆黏在墙上，这里会不会太窄啊？空间是不是很小？你靠过来一点，没事啦，没事啦。那个铁熊会从床上掉下去哦，他自己该跟自己讲话。哎呦，铁熊说：“我一直都在等你，今天终于两个人又睡在同一张床上了。”如果是梦的话，千万不要醒来。你在说什么啊？这才不是梦呢！你跟你老婆尸体睡在一起，原来如此啊！欢迎回来，美姑咪。欢迎回来，铁子哦！干，这人疯了啦！我靠。Ending 九，这什么意思啊？一直怎样？一直自己一个人自言自语，这个游戏结局很多啦，所以有的是丢水塔，有的是淹死，有的是弃尸，有的是什么什么什么的。这边就玩过啦，没有没办法睡，也不能怎样，你就是固定在一定要进浴室了。6月8号，哎、欸，这是哪里啊？好，喝醉了醒来，非常不舒服。我要干嘛？对了，我要买什么洗洁剂之类的。欸、我来到另外一个世界了、欸，哎，不同的世界线。是因为我把重要东西丢光了吗？你这个客人酒臭，好臭哦。那个不好意思，欢迎光临。2094元。哎呦，有他们两个照片呢、欸。不接了，操你妈的！怎么都不接电话？最近在干嘛？不好意思，我很忙。你说你很忙是什么意思？你到底在做什么？我在忙着把美谷米的头发给溶解。然后第二个是，不要再打电话来了啦！我在忙着把美谷米的头发溶解。什么？你在说什么？那就拜拜。老子忙着处理尸体，你这个不要一直打电话来好不好？烦死！楼顶吗？走走走走走！走走走，终于可以上来了！走走走走走，我们走我们走！真是对不起，早就说好要一起在一起之类的。
倒入洗洁剂。不对啊，这水塔大家喝不是全部毒死了？大楼里面住的这种疯子真的是哎。又过了一天。哎，怎么了啊？昨天喝太多了，想不起来做了什么事，感觉很不舒服。哎，去喝点水吧，顺便喝点补给品。顶天补给品，电话也不来了，好不舒服哦，连醉两天，赶快喝水。Ending 七，犯罪的味道。一合住宅发现有人在水塔里面混入各种洗洁剂，然后害死两个人。警察发现水味道异变，然后有各种居民通报附近的水道自来水调查混入洗洁剂，死亡原因好生川，我自己也死了，跟感田 Takeshi， 妈的把自己都毒死了。还是说那是妹妹他们家啊？这个作者的下一款游戏不知道什么时候出了，页面已经有了，他准备变成七大十二代，但是他的发展方向比一开始的七大十好多了。带刀杀人，铁熊十六连斩。让我出去！斩破刀啊！看到没？看到没？这次我要去把奸夫也斩了。是谁啊？旁边的八卦欧巴桑。哎、欸，你拿那什么东西要干嘛？米菇。公寓大楼的居民们，大家都疯狂大叫。不管这些，重要的是美姑米到底去哪里了？我只考虑这个，然后不知道在什么时候被警察全部包围，他们要带我去哪里？我就不要跟他们讲水塔的事情吧。如果在中间，会看到什么美姑米哦，美姑米等着我，马上就会回家了。然后我一直看着屋顶上面，那边有，在屋顶上面等着。我怎么都没有直接跟他对战啊，美姑米站在前面这样子，如果说出去的话，美姑米就会因为我犯罪被带走哦。欸，我玩七个结局了，差不多了啦，十个结局我根本找不完啊。我觉得这个游戏这个作者啦，他做的东西其实不错，但是他有一个很讨厌的习惯，就是日本人习惯说每个游戏要做一大堆结局。你看他巨头还有下一款什么渣男带女友去那个休息站杀掉那一款，有没有？再加上这个是他第三款游戏，他很喜欢一大堆小结局，然后触发方式都是很小的影响。你丢了这个之后跑，然后就有结局；你丢了两个跑有结局，这是坏习惯，真的。这个游戏包含十个结局，我是跑不完的，太烦了。不过中间表现是做的还不错，然后下雨效能实在是太烂了。我是希望有一个去八卦大臣家洗澡的一个就很有趣的一个恶搞结局啦，不知道有没有啦。那我先关掉啦。他的第四款游戏已经在 Steam 上面了，的页面还没有出，等他出的时候再买来玩这样。是希望不要再这么阿杂，
这个过程就超浪费时间的。你们都是可燃垃圾。